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爱画画的大王老师。这期视频呢，我给大家分享画生肖猪。这幅作品呢是广西的一位粉丝朋友定制的。这位粉丝朋友他们夫妻两人都是属猪的啊，所以定制了这样一幅作品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看整个的绘画的一个过程吧。第一步，用铅笔画完形之后，可以用黑色的丙烯颜料进行描稿。